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七月。本期游戏视频《逃离塔科夫》，今天来储备站赚钱，出生点在大铁球，赶紧上三楼看一下复活点有没有人。真的有人，哎妈，真的，哎妈！队友发现敌人了，让我来。这个敌人的脚被我打断了，跑不动。阿西啊，我们有三个队友刚才去加油站收物资被蹲了，全部牺牲，现在只剩我和另外一名狙击手了。这个时候不要慌，这个物资房的出口我们都能架到，只要敌人还在里面，我和队友就可以把他们架死。哎，这里怎么有个人？是不是队友？敌人打！干掉一个。这个老弟好像带了二斤，我丢，刚才没架住队友死的地方，敌人好像跑了，下去确认一下吧，顺便把二斤舔了。满改 AK-74 和一件比较不错的实际弹挂，但是这个耐久 4.4 等于没穿甲。哦，这个人身上还有个狗牌，填好包后去跟队友汇合一下。哇，这个老六吓死我了，还好枪法很猛，不然我得升天了，感觉是从铁球来的，赶紧去看一下铁球。看来没有 OK， 状态恢复好了，去找队友。有人 SCAR 玩家，这也太惨了吧，队友在黑马和敌人交火了，我 AK 没子弹， SVD 没把握贴脸对枪，只能去白马楼帮他了。干掉了，嘿嘿，大纸包应该很富吧，去舔一手。啊，这还以为很富，没想到竟然是个 SCAR 玩家，不过还好舔了个大纸包，可以多装点东西，然后再去把开局哨塔击杀的玩家和刚才击杀的 SCAR 玩家舔了。哇哦， MEA 狙击类改法，哇，这个镜子爱了爱了。那么这把并没有血钻，但是打得很爽。我是七月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